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有感觉，我是杨洋。大家都知道九寨沟的风景闻名天下，但是却不知道在中国东北也隐藏着不输九寨沟的美丽地方。这里不仅有九寨沟一样的五彩缤纷树林、心旷神怡的瀑布，还有壮丽冰河与海子。而更令人惊喜的是，除了拥有九寨沟般的美景，却尚未深度开发，不会像九寨沟那般人挤人。这个地方就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十五道沟，听名可能会有误会，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山沟那么简单。坐落于其中的望天鹅风景区是一个国家地质公园，里面是由两座火山构成的长白山脉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结构和原始自然环境，里面古树参天，怪石嶙峋，还有大大小小奇特的瀑布和精巧泉水，加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，里面呈现出一片鸟语花香、巧夺天工的震撼画卷。人们虽说十五道沟不似九寨胜似九寨，但望天鹅峰的火山众多，其实与五彩森林绚烂却是九寨沟所不能比拟的。深入其中，空气清新，满满的负离子，呼吸后仿佛让人重生一般。水源清澈无污染，可以直接饮用。夏季的气温平均20度，成为人们的避暑天堂。秋天如童话梦境，涓涓细流和磅礴瀑布交相辉映，在连绵数公里的五彩树林包裹中绽放。而冬天的童话世界正在到来，你会亲自来东北体验一下吗？最有感觉，让旅行更好玩。下期洋洋和大家不见不散啊！